等一下啊，我们就照昨天的行程规划，我们先上去把阿三的动态拍完。OK。但是你要记得，因为阿三它是运动型的车款，所以角度要抓好，才能够把那个气势拍出来。了解。OK。那 Xmas 的话 ，Xmas 基本上不用，因为它是工作车嘛。对、okay.。可是因为它是新配色，所以等一下阿三拍完之后呢，你再留一点时间给我，我们来拍一下它的照片，我可以发个人 IG。OK。OK。那我去准备一下。好。小朋友，马路旁边很危险，不要在这边玩球，知不知道？对。不好意思，不得了，不好意思，迟到，都没有等很久。那边是赛车手，赛车手是在赛车场，我刚刚在马路上，好不好？刚刚有个小孩子，他在路边玩球，然后球就滚出来，我差点撞到他，还有我反应力过了，而且呢。我车有 ABS 防锁式刹车系统，它可以在紧急的时候。好好好，我们赶快坐下，吃饭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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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它可以在紧急的时候。OK， 虾子很棒，很棒，很棒，吃虾，吃虾。它没有三宝饭吗？各位同学，我们今天社课呢要来跟大家分享摩托车的引擎。那一般我们常用的速克达，它所使用的通常都是单缸的引擎。那单缸引擎又会依照使用模式不同，区分为汽轮引擎。还有水冷引擎，那水冷引擎它最大的特色哦，就是它有比较好、比较稳定的散热效果哦，所以车辆呢，它可以很放心的去追求性能和速度上的突破。那另外一个就是，当我们驾驶出去玩啊、跑长途的时候，你有时候甚至可能双载，你上山的话，它因为散热系统比较好，它比较稳定的发挥哦，所以骑起来呢会比较耐久、比较稳定。所以像我今天所骑来的这台 Xmas 呢，它就是速求跑旅型的车款哦，那不管在市区使用。或者是我们假日要出去玩哦，都很适合。我们骑车最重要的当然就是安全哦。那像 Xmas 它所搭载的 ABS 防锁式刹车系统呢，就是在必要的时候它会主动的介入控制我们的刹车，那我们在进行刹车的时候可以更放心哦，也可以有效的避免说因为紧急状况啦，或是路面湿滑所造成的打滑啦、摔车这样的危险，那我们的行车呢就会更有保障。那除了安全之外呢，我想后座的舒适性哦，大家也都很重视。那 Xmas 它所采用的中置避震器呢，可以有效的降低车身的震动以及跳动，所以它也可以大幅的提升我们后座的舒适性。这个呢，就是我们新的企划硬开箱开箱影片。那它最主要是透过影音的方式哦，来介绍产品。这颜色蛮好看的，那消光会不会很难顾啊？其实还好啊，就跟一般洗车方式一样，那它有专用的蜡，甚至你挑剔一点的话，有的店家还可以做镀膜，所以我觉得保养起来都一样啦，而且消光的比较有质感。对啊，消光的真的是比较好看。对啊，我真的觉得新款的 Xmas 的大灯真的蛮好看的。我是觉得 ABS 也蛮重要的啊，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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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有这样想过呢。